接下来来关心哦，民进党不分区的这立委提名名单，即马争议同款搁伫咧，前国七顾问蔡友全是最近一直点名，名单内底一个姓吴的提名人，捌有这婚外情，红点名这姓吴的提名人，外界即马拢想讲应该是前立委吴秉睿，今日吴秉睿家己嘛出面大动作来澄清，甚至已经向法院提出诽谤的告诉，伊讲哦，那是蔡友全讲的是事实，伊愿意退出政坛。买自杀来下罪。最近常常上政论节目批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的前国七顾问蔡友全，不断讲名单内底五成的被提名人有婚外情，引起讨论。掏粪不算了、啊，还算人家女人，你干嘛呀？要自修嘛？蔡友全在美丽岛电子报专访的时阵，更加明确讲，这个有婚外情的被提名人是姓吴的前立委。等于是直接点名前立委吴秉睿，吴秉睿方点名，去不报告家己出面澄清，嘛已经向法院提出民事和刑事的告诉。他们说有派出所的笔录啊，有什么和解金额啊？我说绝对没有这些东西啊！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退出政坛，而且立刻自杀一些国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到即卖犹原争议不断，负责提名的党主席蔡英文再去举行募款记者会，虽然无亲身回应，啊，不过这个争议还是爱家己面对。他已经在昨天下午正式去进行法律的提告，好，所以相关的问题，我想就由他当事人以及透过法律的程序，好来进行。虽然民进党党中央希望争议会当较早结束，但不过谢连山不分区的名单标出争议，含支持者心内顾虑，算是民进党一定要面对的冲击。以上，小陈美姑台北报道。